十四号台三线中埔盐管路口发生一起车祸，小货车甲小客车相撞，有部分的零件散落，两名驾驶分别受到轻伤，医院相关的救护处理了后送医诊治，车祸原因由警方厘清当中。十四号台三线中埔盐管路口发生一起车祸，小货车甲小客车相撞，两台车分隔在道路，两名驾驶分别受到轻伤，予伊相关救护处理以后送医诊治。当时上台警方现场厘清，部分零件散落道路一度阻塞。是一台小货车跟休理车发生车祸。然后有两名伤者，各为小货车跟修理车的驾驶，都肢体受伤啊。然后给予相关的救护处置之后，分别将小货车的驾驶送往嘉基，然后修理车的驾驶送往圣马尔丁医院。台关商局依旧报案，台三线路段车祸今年度已经有42案，送医人数合计40人。提醒行车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注意安全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台关采访报道。嘉义我们的凤梨都经过嘉义县政府把关，也透过台农发整个的把关，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享用。伊只咪，恭喜！耶！台湾牌，何旭。好，来嘉义优先，亚美。